比较煽情啊，比较富有这个感情的一首歌曲，一首这个闽南语歌曲呢，相信想必大家呢也不会陌生的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就送给你们这一首这个福建歌了，福建歌啊，记饼三分钟，非常感谢，希望大家很喜欢，谢谢我们的白姑姑老师，加油！我相信，相信你喜欢。